never expect and never want to break. Never want to break, cause I don't want to shame. I don't want to bring my brain to hate. Behave my pain, oh man, gracious, you know what I mean. Always say, I pray every day, every day. Say my faith, the trust, and my sense, the dream.苏少，你这几天不是在做值日生检查校纪校风吗？嗯，我前几天迟到了，被扣分了，你把我削了呗。我试试吧。谢了。哎，Hello，这么巧。Hello，上次多亏了你，不然肯定又被扣分了。没关系。你好像又戴耳钉了。马上就摘，马上就摘。我先走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事儿，差点弄脏手。看来吓死你，还得推得再用点力。赵乔飞谢你什么呀？我上次检查碰到他戴耳钉，没扣他分。你怎么能徇私舞弊、假公济私呢？据说赵乔飞有很严重的人品问题。我听说他好像人还不错。看书我不如你，看人我还是比你强的。赵乔飞整天招惹女生，简直就是花心大萝卜。他每天在小女生面前耍帅，勾搭人家。真的假的？我有必要说他坏话吗？而且他还总是来骚扰咱们班的女同学，赵小雨就被他骚扰过，有几次硬把赵小雨从班里头叫出去，不让他学习，还硬塞给他一堆过期的零食。会吧？会呀，我亲眼看到过的，一直缠着赵小雨。赵小雨人又傻吧，被骗了都不知道。还有上次，就是上次操场那件事情，他让他的粉丝送球鞋给他，买错鞋码他还骂人家，人品不行，绝对不行。你还不扣他的分？扣，把他的分全部扣完。同学们，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，下周五会在我们班举行一节英语公开课，据说校长也会来听课。这次公开课还会对讲课的老师进行评比，其实我和你们一样都是充满压力的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一种考核，而是一次向全校师生展现我们班风采的机会，把我们高二三班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拿出来，好不好？不好。老师知道你们是可以的，你们都是聪明善良的好学生，就是平时太低调了，喜欢伪装成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，只要肯用功好好上课，绝对能一鸣惊人，你们有信心吗？有。完全没。
周三，我们举行一次班级大扫除，以一个干净整洁的班级形象接待前来听课的老师们，把班级当成自己的家一样去爱护。你怎么上课吃东西？夏老师不是刚说要把班级当成自己的家，我在家里吃点东西怎么了？你别往我这看，会暴露我的。快说快说。沉默。英语课你为什么输本数学书？站起来。为什么课上吃东西？我早上起晚了，没吃早餐，自习课又是语文老师上的，他不让课上吃东西。那我也不允许啊。我以后不吃了。赶紧坐下。公开课上 Unit 5，同学们这几天提前预习一下，下周一呢我们会提前试着上一遍，避免公开课上出现什么大的纰漏。好了，开始上课吧，把书翻到第25页。快走快走快走，慢点跑。我是不是迟到了？你快了，快去吧。哎，同学，已经打铃了。又是你啊，哥们。哦，是你啊，学生。那快进去吧。谢了。等一下。哈喽，你也在啊？你迟到了，要扣一分。干嘛放他走？这不是正事。我们要公事公办。班级姓名。你怎么突然这样了？班级姓名。高三一班赵乔飞，不就一分吗？扣吧。戴项链，扣一分。头发明显用了遮水定型，扣一分。裤脚袖子卷起，又不让下地干活，卷它干嘛？扣一分。指甲太长，留白过多，扣一分。哎，等等，一个月总共才7分，你这样扣我没分了。又戴耳钉，屡教不改，扣2分。你现在才是没分吧？对不起啊，陈默，你无不无聊？下课活动活动筋骨吧。你不能出去活动吗？打到人很疼的，要不打你试试。是姚宗良要玩的，他没传好球，砸到你了。姚宗良也不……姚宗良啊，那这次就算了，以后别在教室玩了。你为什么不骂姚宗良？没想到你是用把责任推卸给朋友的人。什么推卸？就是他砸到你了，你骂了我，也应该骂他。怎么感觉你在护着他？哪有，懒得理你。在直角坐标系中，以原点为极点 ，x 轴为正半轴，为极轴，建立坐标系。直线 l 的极坐标方程为 rho cosine。大少爷，门口有人找你。我先出去一下。好。
不好意思，我们继续讲吧。没事。怎么了？啊，刚才讲到哪儿了？讲到结合对称可得点 A 关于直线 L 的对称点为 M 负三一。点 A 关于直线 L 的对称点为，刚才赵乔飞找你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没事儿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他让我放学后一起吃饭。不行。我是说，昨天老师布置的数学作业，你要有不会的，我刚好给你补一下。嗯，不用。昨天的数学卷子都挺简单的，都会。那语文老师要背诵的古文你背了吗？今天放学后最好抓紧时间背，明天好像要抽查。我提前一周就已经背会了。那还有两周前班会课上，夏老师让我们每人写一份800字的关于班级建设的意见，我今天刚刚写完，顺便交给你了。那你去吧。我是觉得你和赵乔飞也不熟，一起吃饭会不会？其实，赵乔飞是我堂哥。什么？你堂哥？对，但他在学校太高调了，所以不想让大家都知道。以前上初中的时候，有好多女生让我给他送东西，很麻烦。今天晚上家里要聚餐。同学们，离周五的公开课只有3天时间了，你们准备的怎么样？准备好了？不准备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有时间，今天就让老师带你们提前预习一次，这样你们就会更有信心了。现在上一遍，公开课上再把同样的内容讲一遍，弄虚作假，浪费时间。夏老师只是担心大家公开课上会紧张，提前预习而已，周五才会讲内容。我不就之前客观地评价了赵乔飞几句吗？你至于这种态度对我吗？好，那我们开始上课。Class begin. Stand up. Morning.你们要再喊得齐一点，声音要再嘹亮一点，还有啊，站起来干干脆脆的，桌椅的噪音也太大了。再来一次 ，sit down please。Class begin， stand up。先这样吧，下来再练练，坐下吧。把书翻到第17页，哪位同学自告奋勇的来读一下第一段的旁白部分，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克·吐温《百万英镑》这部小说的整个故事背景。终结。It's the summer of 1903. Two old and wealthy brothers sat with £1 million bag at this moment, wandering on the pavement outside their house. 那为什么男主人公要去英国呢？苏州。夏老师，李佳明有话要讲。你为什么每次都叫口语好的同学？有吗？从上课到现在，你叫了苏州4次，钟杰6次，张蓉蓉3次，一次都没有叫李佳明。那你来说。He was standing out the way when he was carried out sea by a strong wind and was carried by a sea pool for London.
不错不错，你坐下吧。下面一道练习题，谁来回答一下？中。哎，白松良，难得你举手，你来说。夏老师，我不会做。那你举手干嘛？你不是常说不会就要问吗？所以我就举手了。那这道题你哪里不会？主要是我基础太差了，不懂他在说什么。那老师告诉你一个方法，就算你看不懂题意也能选出来。哎，好。看好了。嗯。这题 ABC 都是方位介词，只有 D 和他们不一样，所以你应该选。哦，我还是不懂。A、B、C 都是错误选项，用排除法选哪一个？答案不就在嘴边吗？可是我不知道 D 选项是正确答案的真正原因啊！不会就是不会，我要做个诚实的人呢。先坐下，别耽误大家时间。下了课我单独跟你说。好，下一题。沉默，什么事？夏老师，我发现有一道病题。哪一题？听力题第三道。题目说，爸妈给孩子30块钱去书店买书，孩子到了书店后，发现书店全场打70折，问孩子买完书后还有多少钱还给爸妈？没错，30块钱打70折，花了21元，还剩9元，答案是选 A 选项吗？这太不符合常理了，答案应该是，这小孩1分钱都没有带回去嘛。他爸妈又不知道书店打折，谁会蠢到这种情况下还主动把钱上交啊？是不是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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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下课来我办公室，这次写1000字检查。坐下。接着往下讲。刘德华，你把头抬起来，我不会叫你的。下课吧。沉默，你刚才有点过了，夏老师都快招架不住了。我就是想让大家放松一下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不让我在课上搞笑就跟下课了不让我去上厕所一样，根本憋不住啊。这次公开课无论是对夏老师还是对我们班来说都很重要，你是想把夏老师气走了换一个像薛老师一样的班主任吗？当然不想。姚从良最近忽隐忽现的，都凑不齐人打球了。确实有点不对劲儿，最近老师发现他发呆发着突然笑了，还有点脸红，而且他最近很注意自己的形象，以前他的中分线都是斜的，现在打理的就像高速公路一样笔直。还有他最近打电话发短信都背着我们，以前他手机随便我玩，我想看什么看什么，现在他通话记录随时清空，短信上锁，什么都看不到。这些症状说明他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？
哎，不会不会，谁看得上他呀？真的想不到什么样的人跟他搭配，肯定是我想多了。想多了，想多了。谁呀、啊？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没事吧？是你啊，哥们儿。赵小飞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有没有事儿？叫救护车吗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就碰了一下。没事就好，实在对不起。啊，不用客气。嗯，上次扣你分那事儿为难你了。嗨，没关系，公事公办嘛。况且之前你还帮过我呢。上次也是有些误会。误会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是他砸了你，不是你砸了他。都是自己人，大方点。什么时候成自己人了？哎，咱们一起组队玩会儿啊。好不好？一起玩会儿嘛，要不然只能干看着。听说你过段时间要去集训。哎，对，就过段时间。集训好，我也想集训。集训好，集训好。你俩什么位置？小前，你呢？空位。哎，空位好。嗯，你们刚好可以打打。你经常来这儿打是吧？对，天天来，老打了。哦，那我们以后可以一起打。行啊。师兄，给枪！传球呀、啊，哥们儿，快快快，我这空了，传球！哥们儿，哥们儿，传球啊！你怎么不传赵小飞啊？我以为能进。进不去，进不去，进不去。哟！赵小飞，赵小飞，都传球，传球，传球啊，传球啊，这儿，这儿，这儿，传呀、啊！哎，你怎么又给我传过来了？哎，耶、啊！ Yeah！哥们儿，这是传球啊，哥们儿，哥们儿，传球，空啊，传球啊，传球啊，传球，传球啊！死也不会传给你的。哎，怎么了，成功？这怎么了？没事。苏州，你这哥们平时不怎么打球吧？还是多练练啊。我先走了。怎么玩？拜拜。什么？你怎么一直故意针对赵小飞啊？他那种人，我不屑与他为伍。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他那些破事儿了吗？你可能搞错了。赵乔飞其实是赵小雨他堂哥。我管他什么哥，他就是个勾三搭四的流氓。什么？赵小雨堂哥？对。不会吧，他俩长得也不像啊。是堂哥又不是亲哥。哎，这是要跟我保密啊。赵小雨不想让别人知道赵小飞是他堂哥。一定要保密啊。知道了，我会保密的。赵小雨。怎么了？赵乔飞是你堂哥啊？